不要，不要有一天你跟大家宣布说加油。是吗？好，那我要等待那一天。我是多会是我真正有人来的。以前我咧捡迄个橄榄牛呢。橄榄牛你袂歹料，就是安阿爹过咧捡到无聊。从帮我分过来。我跟你讲，有就是安阿爹过咧捡到捡到古董的个。啊，你莫想讲橄榄牛。你是清朝乾隆皇帝的鸟。对，鸟。 那乾隆皇帝、清朝年代那个时候宝物来的，你不要管那是尿壶还是什么壶，啊，但是你的年代就是波米，对不对？波米，不要越老越味素。你在那个越有味道。当然，你现在发现太你姐姐还漂亮，真的。比阿玲玲个水。我姐姐有在看的嘞。对啊，你姐姐在香港。因为我姐姐有在看的。阿玲玲啊，你无咁靓啊。 靓妹靓啲啊！你真系咁梗系佢讲讲讲句咯。我发觉阿丽丽啊，丽丽系嘛？朱丽丽。朱丽丽。阿丽丽啊，靓到啊，真系。冻乜声啊？流口水啊！流鼻血啊！佢老母仲靓啊！佢老母好唔好？我老母靓唔靓都关。 关你嘅事，因为我老母已经我唔中意，唔中意俾人沟，啊，冇人沟你。我有讲，我沟佢咩？啊，我哋个你讲我老母靓，我老母系靓，啊，睇我就好似睇我老母咁样，你明唔明啊？应该要叫妈妈，冇可能叫老母噶嘛。你老母。比如讲小李飞刀，诶，小李嘅妈妈，你唔得讲小李。 咁又唔啱咗喎，OK。唔啱。来来来，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歌曲？来唱完了一首老歌曲，接下来这首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啊福建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《桂枝多事》。哇，老歌，我听，哎，掌声鼓励。 Thank you.
歌曲。